这样，要不要我请大夫来啊？不用了，只要一天找不回小翠，我的病就好不了。采花贼，我有什么能帮你吗？听说小翠已经被人送去杭州，我这样子，你先别着急。这样吧，我去杭州帮你把小翠找回来。啊，那太感激你了，年轻人，你就骑着我的马，赶快把我的小翠找回来。好，告辞了。第三章节。不过话说，第二章开头，我们的汗血宝马送给黄蓉，结果现在黄蓉把它弄不见。靖康之耻。那不是那天你给他馒头的大叔吗？大叔，你好吗？是你啊，你是那个好心的姑娘。哎，你身边的朋友，大叔，你好。啊，好，好，姑娘是好人，姑娘的朋友也一定是好人啊。对了，姑娘，我想帮你们看看命相。你以为如何？好啊好啊，靖哥哥来。姑娘，你跟这位小兄弟都很有福气，也都能活得长久啊。能够活多久我也不是太计较，还能看出什么吗？姑娘，我也不是很肯定，只是似乎最近这一阵子你们之间可能会有点事情，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呐。大叔，会有什么事情啊？这……大叔，你快说啊！好像……大叔……哎呀，我也说不上来呀，总是有点不好的预感，好像是会被人拆散的感觉。不会的，靖哥哥不会跟我分开的。绝对不会丢下我的，靖哥哥，你说对不对？这里很不太低。都没有人。啊，又来。先 save 一下。好，我们把那个不遭遇小怪的先关掉。没事，昨天也是这样。哎。好，先存档。
应该不会吧？啊，又来！好，那我先那个重新开，就像那个 PS1 重开机一样。好，等我一下。SCE 怎么回事？我这个不是关掉了吗？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要整个主程式关掉。您的脸色不好，怎么了？因为没有那药书啊，我不知道如何医治他的病。越来越严重了。哎，我的病啊是老病了，治不好了，不一时也死不了。倒是这几天镇上不安全，小兄弟啊，你们人生地不熟的，可得小心呐。镇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店怎么都关着门？这宜兴虽然不是什么大地方，但尚能自给自足，生活也算安定。就在几天前。镇上来了一个大盗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那大盗现在在哪儿啊？不知道啊，听说是为了找什么书，他还会再来的。金哥吓得飞走了，看来又是那大盗来了。走，荣儿，我们去看看。用遗书，哦，到这边剧情吗？说真的，我那时候也是十几块二十年前玩的，也不都记不太住了，只记得那个完颜洪烈会变怪物，然后欧阳锋会变大蟾蜍。俊哥哥，你看那个人的武功不错，两个保镖都不是他对手。别出声，有人要出来，看他要做什么。五目遗书，好，里面的人，我再说一遍，你把五目遗书交出来，我就还你个没事的儿子。真的念目了？如果你再拖拖拉拉的，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啊！把这孩子放了，不过是个孩子，你抓住他能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他爹不给我那本五目遗书，我但不放了他。要杀了他！你不放也得放，看招！来看一下，继续，我们用妙手空空，我就不信抽不到他。哇！好强啊！好，他晕了，他不会轻功，流星剑。
用太担心，我第一天的时候浓得受不了，所以现在其实我都用不育小怪，然后等级还可以吃得下。哇、哦，好强啊！哦，攻击力蛮高的。我们只能靠黄龙用轻功，麻痹吧？没有麻痹。流星剑，哇！打不赢啊！我不能死啊！我一招都不了。我要趴了。有没有复活药？哦，没有，糟糕了！还在这往哪逃？别想逃！太好了。跳一直跳，等级要够高啊！等级不够高的话，再来！哇！看我的厉害！52滴，试试看，应该可以。然后内功克外功，外功克轻功，然后轻功看谁先上去谁就获胜。好，他没有内力了，接下来就直接慢慢用内功耗死他。最后是靠我们的黄蓉，郭靖直接被玩死。我不能死啊！你给我滚！
关系，之后我再另外找时间稍微浓一下下就可以了。郭靖轻功太少了，他只能放三招。哦、他装哭，我们的攻击跟防御会下降。哇哦！糟糕了 ！Save 一下，拼拼看，只要打中一次我就赢了。哦，好。我们的郭靖有升等吗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还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要养啊！你不是想要我饶你一命吧？我不但有一个老母亲，我还有8个孩子等着我回家呢。靖哥哥，别相信他的鬼话。干坏事，那是就没得求饶了。是，一定照办。对啊，志在繁中跟简中，算是索尼非常早期的一个在地化游戏，还不赖。郭靖没有身子，没有宝箱，还算是可以了。先看宝箱。哈哈，对哦。刚刚因为有 bug， 我先关掉。哎，抱歉，我刚刚因为有 bug， 所以先关掉那个不遭遇小怪。遭遇他太快就遇到小怪了。
流星剑还不错、啊，耗费90，然后还蛮痛的。越女阵法，以为守规矩。后面其实也用不到黄龙，为什么队友一定要用内功？我用流星剑，哇，黄龙拜拜，是十二滴。这时候就要吃人参。好，用玉女剑法。为什么？救命啊！你给我逃跑！我先开一下，不遭遇小怪，等我一下哦。遭遇小怪，破包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哦，还不错。现在遇不到了。哎，癖好有些变得很不得了，真的还假的？好 ，save 一下。好，我把我
我把这个关掉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为什么江湖上居然传说什么古墓遗书在我府中，真他妈的大头鬼。哦，总镖头，你骂脏话。小人从来没见过这本书。这古墓遗书是本什么书啊？其实我也不很清楚，据说是岳武穆在死前写的一本兵书。岳武穆把他生平和金兵作战的经验跟其所学的行军布阵、练兵攻伐的密钥，详详细细的都写在书中。还听说有人出高价要找这本书，因此最近有很多人为了这本书找到我这里来。黄蓉，黄蓉，他直接把那小孩拍掉，然后他好像拉第三次之后，他就用力拍下去。哎，不是，再看一下。真他妈的！只不过小人从来没看过这本书，事情也都是听说来的。这样看来，刚才那人该是为了那笔赏金来的。若我能找到这本书，一定能杀光金兵，报爹报仇了。打下去！这些日子，镇上是乱得不得了。听说就连大白天也有强盗抢东西，你们可要小心点。马上就不哭了。大哥哥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知道镇上有些什么吗？你知道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还动我老婆。要出去大地图，我再开那个不遭遇小兵。什么？怎么一进来？我连动都还没动啊！哎呀，流星剑！李小桃，可能是必定要遇到。了解，别想逃。好，感谢提醒，不然我还真的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攻击140，你今天活得不耐烦了。月圆，他不打你。峨眉剑，
我还需要帮黄龙去买一把峨眉剑，他那个丘处机交过来的时候，然后他有说需要峨眉剑跟月影剑。对，合体技能，这边对合体攻击，我之后会回去镇上买一下的。别想逃！你这混蛋！不然不然。帮我声援啊，没有，别想逃，要哇节省一下内功，妙手空空。你没守规矩。内功他们有一把，还蛮多的。是我也会放。好，既然偏好内功，那我就兰花拂血手。我放轻功，为什么他们就换物理攻击？好，你对我就放那个。经验值还蛮高的呢。不是被约魔物猎人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太毒心的。我准备去找小翠，到了这里却无缘无故的被他们抓住了，所以才被大家酸说有双金片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无心金片。我要赶快去杭州找小翠，晚了我怕就来不及了。靖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，我之前碰到这位仁兄，听说他媳妇小翠被人抢走了，像是被带到杭州去卖，所以他要去杭州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三天前的肉包、哦、既然你说那个癖好有些烂的，他比较没那么厉害的，是后面会变成还不错，那我就试试看。哦，这个后坐力很强，是
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